只要你肯答应，从今麦开始拢卖来教教我甲承恩。万一把这一切拢放下，万一真心悔改，那安尼我就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会替你写一封求情的批，去给法官，给你减轻刑责，也袂讲去毁掉你的人生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安尼就请你写一篇悔过书，好吧？承认你从以前到今嘛，做过所有的歹代志，拢甲伊写下来。安尼我才愿意承认你是要真心悔改。叶婷，这悔过书是啥意思啊？唔免问嘛知，你哪有可能这么好心，这么简单就帮我刷？伊就是想要摕悔过书来威胁我一世人。自我认识你到今嘛，你一直利用我对你的信任来对付我，我敢唔免替家己买一个保险哟？你唔免讲到这么好听，你爱我，把我所有的弱点拢变给你看，这不是威胁，什么叫做威胁？哇，柯小佩，雅婷是真无简单，才愿意见你啊！你家己嘛是律师，你应该嘛知影，那是无雅婷替你求情，你会被破解完也当。啊，不过有命就是小人之心，你要安尼讲，我嘛无意见啦。看起来你根本就无想要真心悔改，我看今日就到这为止好啊，要走啊。雅婷。我相信你做这个决定，一定是经过详细考虑的。何小平啊，伊的反应这么大，应该是因为伊唔知影你安怎处理这悔过书才安尼。是啦，我是律师，我已经惯习做上歹的拍算。你形容讲爱我写悔过书，我当然想对我上歹的结果。你若是一脱罪，就甲答应我的代志拢总袂去了了，我就甲你的悔过书交给媒体。王雅婷，你这是我唯一会当保护家己的方式。毕竟你进前迄粗残的手段，我拢已经见识过啊。我当然袂愿意让家己搁受到伤害，搁有我巴肚内的囡仔，甚至是我厝内面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会写悔过书，我敢来当讲，是我想过关心你王雅婷。我认输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莫阁安尼钻牛角尖啊，莫阁做遮个代志，去找到属于你家己的幸福，重新开始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那安尼，我就等你的悔过书。我送你回去啊。其实我真担心，你最后还是愿意原谅小平，不是追究到底，把小平毁掉。其实听你安尼讲，唔知安怎。我有一种足奇怪的感觉。什么奇怪的感觉？我就感觉，就算我已经原谅柯小平啊，伊嘛无因为这件代志就松一口气啊。但都是你，你看起来比柯小平更轻松。哪有啦？你哪有这种奇怪的感觉？我知影，我会感觉轻松。那是因为你最后还是原谅小平啊，小平唔免去关，我就免去调查啦，我就会当留伫咧遮继续做我的检察官，会当陪你甲爸爸，咱两个人会当甲爸妈做伙生活，这结果属于圆满，皆大欢喜，我才会感觉轻松。所以，若是换做以前的你，绝对无可能讲到这么轻松，这么欢喜。
是你啦，差点把伊弄着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啊，恁哪安尼雄雄公公啊？我头拄对虎山口出来时阵，看到有一个查甫人，低帽啊，敢那一直在甲我对调调呢，我就紧张的，想讲经过这，就紧你来避一下。唔知伊有对来无？你莫紧张，无安尼，你先去已经包厢内面避起来，我来看卖啊是谁在甲你对，吼，啊，若是真正有歹人，迄大老保全都伫外口，我着大声话，甲伊喊来抓歹人。啊，唔过，莫讲遐唔过啦，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的未婚夫伊是检察官。自甲伊交往开始，伊就教我危险，教我真侪防身术诶，吼，别烦恼，行。宝宝，咱做伙替雅婷阿姨支持，希望伊平安无代志。雅雅，雅婷，你别烦恼，我拄只已经有防身术，甲迄个跟踪狂刮走啊，你免阁烦恼有人咧跟踪你啊，吼。多谢你啊，好佳哉你无代志。哎呦，都跟你讲，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唔免烦恼哈。雅婷，你就跟那女侠同款，今仔日就已经救过我两摆啊。莫遐客气啦，我就感觉咱两个人足有缘的，你就参像我妹妹同款啊。而且咱拄则不是讲好，要组成一个新手妈妈联盟，互相加油打气。有你爹吼，我就加较安心啊。安尼即马我会当放心出去啊。瑶瑶，等下等下，我拄只吼听外口的服务生讲，今日餐厅内面有一个真特别的迄魔术秀啦，咱留落来看卖才阁走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三个人做伙一世人，你哪会知影？头拄仔我下什么冤？因为我爱你啊！你做什么代志？你心内想啥？拢是我所关心的。不过我这届真正足垃圾的，竟然连你有心啊，一个人伫咧烦恼，我拢看袂出来。是的啦，拜托你。好好用一世人的时间去弥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恭喜你，终身美梦成真呢！恁两个人一定会足幸福的。雅婷，多谢你，今仔日真正是我的幸运日，你就是我的幸运天使。我是我的幸运天使啦，瑶瑶，我来帮你挂手机。坐来。小平，我甲你介绍一个，我这个生命中除了你以外，另外一个上重要的查甫人。哥，你看清楚。这就是给我这个冷血金牌律师热血沸腾的查甫，是苗云山弟弟，做我的一生的最爱，不引导我。嗯，够我无比了。小佩，这位就是恁哥啊。嗯。啊，不过刚才真少听你讲到伊啊。因为阮哥是天涯龙主，伊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来，阮爸想要记，拢爱看运气呢。你就是检察官杜成文咯。是，
哥，你到底在创啥啦？无啦，我试看卖，看伊是毋是功能正常啊？未歹，反应足紧诶，会当做你诶护花使者哈。哎、欸，辛苦啊！我这个小妹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最爱了代志诶。你做伊诶男朋友哦，就要较认命哦，那无是无法度活伤久诶哦。哥，你莫甲陈恩吓惊哦。那有啦，我是咧祝福你啊。这个杜承恩已经过我这关了。就安尼，你敢无其他问题想要问伊？比如讲，因家有几个人，还是出来做啥物的？拜托，我就不是户政事务所，我嘛不是爸，我问遐济，我做身家调查是创啥？我只知影，伊真心爱你，伊对你好，会当保护你，安尼就够啊。承恩。跟阮哥讲，你到底有爱我无？我当然爱你。好，这句话是你讲的哦。若是你对阮小妹无好，我的手段是比阮爸粗残足济。阮爸迄个人吼，就是钱较济尔，伊介意用钱压死人去招，啊我呢就无同款哦。若是我要对付你。我有几落百种的方法，是会让你真后悔哦。哥，你放心，我绝对给小平放在手心。哎、欸，你不是瑶瑶的未婚夫，哪在家啦？啊，你叫的小天使，我柯家豪嘛。哎呀，你来真好，我拄啊过咧头疼咧。你跟我斗三工一下好不好？你替我试穿今天婚纱。哈？我穿哦。有啊，我求婚的时阵，你跟我斗三工。我今麦顺顺利利，得要结婚啦，你就做好人做干爹，替我试穿今天婚纱，我会使翕相登记好，然后看好。哇，你真正足大心的呢。拜托拜托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就答应你，替瑶瑶试穿今天婚纱。你真正人足好诶！嘉豪，你感觉安怎？足水。啊，你哪会敢那看尔啦？毋是要翕相？对了对了。喂，承恩。雅婷啊，你伫倒位啊？我去画室找你，要接你食饭，煞无看到你的人。哦，我拄好拄到朋友啦，我即摆伫画室边仔的婚纱店。婚纱店？我就伫婚纱店外口啊，啊无我去找你啊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我未婚夫要来找我啦。喂，承恩。喂。伊敢毋是小平的哥哥？